跪求超杀，陈伟娟松口有第四季。我当然是希望第四季的队长呢能够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。没有准备好，没有想好，真的不要来。你来的就是害人，尤其会害到我。只要你愿意，我觉得不会的。到后来，你都可以去成为那个最重要的那个角色。只要有努力，绝对是会有收获的。全明星三进入最终总决赛，第四季究竟会不会接力诞生，还得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最新一集播出，红蓝两队在足球十二码 PK 赛以及美式躲避球赛各拿下一杯。不要急，红队就损失了两名大将，蓝队场内还是满满的六个人。哇，林旭出手，我觉得有必要要先打宇宙，因为他压到太前面，对你们太威胁了。好，一起毛俊。然后孟俊翔就是想说用那个棒挑衅一下，对。挑衅一下，对。不要冲，不要退。十四，宇宙没有一二三啊。One two three， 停了，太用力了，其他人要躲啊，要躲要闪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有刻意的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绪。哇，现在二对一，许昕阳是全村最后的希望。哦，左右扭腰水，谁要躲过？这一球偏高，不要进，一个攻上，看一个攻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到了。我有刻意的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绪。红蓝两队接下来要厮杀的是足球十二码 PK 战。记者，这一脚。许昕阳这一脚。这个组合刚刚还要漂亮哈，这个组合。足球十二码 PK 战，三战两胜制的比赛，红队是十六二比零获胜。目前奖杯数分别为19和21，除了总冠军奖落谁家受到关注，赛季结束选手的心累位也是满满的洋葱哦。以后子婷了，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，不要再去逃避它，然后也绝对不要觉得自己很烂，因为只要有努力，绝对是会有收获的。我觉得欢欢姐你很棒，你都花了很多心力去做，最后结果好不好？但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忘。其实我知道身体真的很累，但我很开心你坚持住，因为你之后回头看看，你还是会很庆幸这四个月自己真的有贡献到什么。小艾薇长大了，谢谢全明星运动会。娇小玲珑，娇小玲珑，但是反应不错。我们延续小个子的精神，好不好？